徐小诺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说了少放盐少放盐，你这齁死人不偿命是吧？不是，我们刚认识那会儿，你不是说你也喜欢重口的吗？以前为了讨好，现在为了享受，也难怪你的前任不要你，活该。你好，刚刚那桌多少钱？啊，不是说他请客吗？我们没必要买这个单。而且你没看到吗？他刚才明显是故意走开的。谁买不一样啊？他是我兄弟，男人在外面最重要的是面子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抬大酒。哎呀，又死了，烦死了！我说你没看到我在打游戏吗？你眼瞎吗？我。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选择跟你在一起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朋友说你对前任百依百顺，懂事顾家，可我现在根本感受不到这些。我希望你能够像对前任一样对我，懂吗？好，从现在开始。你做饭能不能快点啊？都饿死了。催什么催？说。没一样我喜欢吃的，点外卖了。徐小诺，你别太过分。可是我前任做的饭都是我喜欢吃的。今天啊，咱们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不够的话咱们再加，我男朋友买单。要不我再来瓶红的吧。你疯了，这里的东西很贵的。这样你也有面子啊，男人嘛，在外面面子就重要。我等会要出门，这衣服怎么还不熨？那屋子里面脏衣服都快堆成山了。哦，那你把脏衣服洗一下呗。哎，对了，你再把我这些晒干的衣服给我熨一下，谢老公。你想什么呢？这些家务活你敢使唤我？可是我前任就是把所有的家务活都给包揽了呀。我说你干嘛呢？能不能快点睡？我看小说呢。你看这个男主可搞笑了。哎，你以后看小说就去那个七猫免费小说上看，那里的小说全部免费看，新人注册可以领1到10万的金币，还可提现，看得越多赚得越多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下载了。能不能别发三金？烦死了。可是之前无论我到多晚睡觉，我前任都会陪我一起啊。你老是拿我跟你的前任相提并论，有意思吗？你尊重过我吗？荣晓曦，是你先提的，你尊重过我吗？我提是因为我现在想和你结婚，我希望能够全心全意爱我一个人。你不是想和我结婚，你仅仅只是想结婚吧。我脾气好的时候你没看到，不好的时候你也没看到，以前的我什么样你真的了解吗？可我听你的朋友说你以前万人口中万个我，我好与不好是你跟我过日子还是他吗？我洗衣做饭包揽家务，省吃俭用替你省钱，别人的三言两语你倒深信不疑，而我对这个家的付出你却视而不见，我闭口不提的伤疤你却一次又一次残忍的撕开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当一个合格的妻子。可当我真正下定决心做一个好妻子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在你这里一文不值，你需要的仅仅是一个保姆式妻子，而我对你的方式取决于你对我的态度。